树龙，今年27岁，来自吉林辽源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头领小伙你最棒，全程热恋，板娘早。燕姐好，王哥好，你好，全镇的头领啊。是的。这是镇长啊，还是？都得是挺大的官儿，都得是。没发丝。那怎么能叫头领呢？就是我的店名叫头领。像啊，不但是你的店名，你的发型也同样是头领。头领。兄弟，你今天这发型来，你刺激谁呢？没有没有，王哥。有些人为什么问这句话？你觉得他是内心怎么的了，他才能问这种话？因为王哥一直不长头发，一直是光头。是因为他越缺啥，他越受不了别人刺激啥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这我也见不得人越有啥就越显摆啥，你说？这至于头领成这样了吗？是，而且都开花的炫耀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头领嘛，头发的领地。这个发型叫什么名？让王哥长长见识。